来的。抱歉抱歉，伙伴送错了。哎，我没点这个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。难道是我想错了吗？也对啊，杨大海好像没提过他有夜生活啊。难道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？我第一次见你这么没有眼力的男人。哼，说我有眼力的人是你，说我没眼力的人也是你。其实，我早就被你迷住了。你一定常来不夜天吧？嗯，那你一定知道，不夜天最隐秘的地方，就是最适合做事的地方。看什么呀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后边有一个 VIP 房间，接下来怎么做？不用我告诉你了吧？这么心机啊！哎，嗯，我靠！没想到杨大海这么会玩。该不会还是 VIP 吧？这不是杨大海的钥匙吗？哇，杨大海真会玩。刚刚那边充满了灰尘，
这边却这么干净。不要这样啊，劫财劫色我都会给你的。不许叫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好啊。哼，找了这么久，一点线索也没有，现在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我打不过你们一帮人，还打不过你一个吗？小盼盼，小小盼盼，想我吗？来了，宝哥。想我不？来呀！哎呀，找你找你！来呀！宝哥，来呀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怎么，这就完事了？他妈，嫌我短，还敢笑我？笑我？宝哥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你当我傻呀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嗤之以鼻的道理吗？给我滚，滚！滚！